如风说梦幻，八卦天天看。一秋杀1093扇到雪山，沂水雪山秋杀老板手中的神器扇子，大唐用综合总伤1093点。昨日这个神器号正式转到了沂水雪山服务器。二 F 哥买魔敏神佑扇子， F 哥又给自己的397神炼号更新了，他买入了一把魔敏双加的神佑扇子。这把扇子打完16段太阳石之后，伤害将达到恐怖的752点。三屈服恩哥祈祷小死亡必中，屈服孔庙福战地府恩哥专门准备了20份香，好好拜了拜自己的师父地藏王，希望他保佑自己的小死亡必中。怪不得屈服的小死亡这么准，看来他们已经掌握梦幻 PK 中的玄学。四狗托十条腰带出无级别流云，来自热心粉丝的投稿，凌晨睡不着，随手秒了十条120级腰带进行鉴定，没想到直接炸出了无级别流云腰带，这运气实在是让人羡慕啊。五新出150无级别锤子，来自大观园热心粉丝的投稿，昨日他在鉴定150锤子是狗托逆袭，炸出了无级别成就。